Hello，各位 Dance Fashion 舞动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x 老师，我是 Selena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国标小学堂舞步篇。我们今天呢会为各位带来三个 Samba 的基本舞步，分别是 Whisk to left and right， 左右森巴弧形步 ，Volta Spottin to right and left for lady， 女士原地右转左转沃达斯步 ，Samba side chassis， 森巴侧向追步。这三个舞步是不是很少听过呢？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这支影片来学习吧。男士舞步 ，1, 2, 3, 4。男士舞步 ，1, 2, 3, 4。女士舞步 ，1, 2, 3, 4。女士舞步 1, 2, 3, 4。双人舞步 1, 2, 3, 4。双人舞步 1, 2, 3, 4。Whisk 这个步子呢，它的拍子是1/4、1/4，所以它是。也是拥有圣巴的 bounce 的使用，但同时还是要加上 rhythm dance 的 merengue action 7A 1 and 2。结束的时候是一个 Latin cross 的位置，所以是一个侧形脚掌 Latin cross 结束。男士舞步 1, 2, 3, 4。男士舞步 1, 2, 3, 4。女士舞步 1, 2, 3, 4。女士舞步 1, 2, 3, 4。双人舞步 1, 2, 3, 4。双人舞步 1, 2, 3, 4。Volta Spottin 女生转的时候呢，男生是用 whisk 的动作去 leading 她，保持下盘的弹性，然后呢手要往上举，腕带动女生向右转。2的时候呢，手心要往上翻，准备 leading 女生向左转，手经过她的头上画一个圈结束。Volta Spottin 女生呢，顾名思义就是做一个 Volta 的动作，但我们要转动向右或者是左，所以第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夹脚 Volta 的动作。啊，升起来用脚掌 2 的时候回到 Latin cross 的位置，腕向左转，持续 swivel 向左去 Latin cross 结束。男士舞步 ，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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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男士舞步 ，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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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女士舞步 ，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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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女士舞步 ，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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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双人舞步 ，quick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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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双人舞步。Quick quick quick slow slow。三八猜小猜这个步子的拍子是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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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slow， 所以虽然呢它是1/2，1/2，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呢还是会拥有一点点的 bounce， 而且呢还是要保持正把 rhythm dance 的身体使用，要有摇八跟 merengue 的 action。7A 1 and 2 and 3
for， 所以会用挤压的脚产生一点点的 bounce， 然后身体持续使用。看完这支影片，相信你已经学会这三个散把的基本舞步。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那也别忘了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在我们画面的右下角呢，有一个订阅的按钮，你按了它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拜拜。拜。